King Cross， 然后的三位大明星从马来西亚过来的。因为他们的火车 delay， 所以需要等到三点多。现在我人已经到了伦敦总站，在等候他们。现在呢，外面是下着雨。带你们看看伦敦总站吧，它的火车站。其实呢，他们这边的火车很特别，我不懂为什么他们这个门没关的，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走进去，而且是火车票都可以走进去的。这里有点吵，因为火车的声音太大声了，所以然后就听不到。等下我的三位大明星就会从 platform 5，就是这里出来，因为他的火车没有到，已经 delay 了，所以要等多15分钟才会到。等了那么久，火车终于到了，现在等着他们三个马来西亚的大人物走出来。其实呢，在英国啊，如果你们的有来这里旅游的人呢，他们的火车如果是 delay 的话呢，30分钟以上就有的回扣，就是可以上网拿回钱，58仙，或者是完全给付费，就是那个火车票是借免费都可以。This is a safety announcement. Due to today's inclement weather, please take extra care whilst on the station. Surfaces may be slippery.带自拍棒出来，他手好酸的，他们还在慢慢走。我看到他们了，在这边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他们走过来了，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走过来了，走过来了。